喂，小赖，哥呀，去洗手间了。对，我是安娜。哦，那一会儿哥呀出来，我让他跟你回过去，好吧？好，再见。是你写的，这我没想到啊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作者。是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骂我吧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气儿你就撒出来，别这样。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没想到啊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作者，是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骂我吧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气儿你就撒出来，你别这样。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赶紧看看还有什么东西，你给我搬走！我现在就给女魔头打电话，我说我不写了，行吗？不行！我真的是想不明白，你怎么会是这种厚颜无耻、没有良心的人呢？你背着我干这种龌龊的事情，表面上跟没事儿一样，有说有笑的，你是人是鬼？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我你别说是女魔头让你写的。你不想写，谁都没有办法让你写。不是他让我写的，是我自己要写的，我错了。你没错，朋友们，不就是拿来骗、拿来坑的吗？错就错在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任由你这样在背后一刀一刀捅我。你不去当演员，你简直可惜了。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你现在立马从我眼前消失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Thank you.
喂，薇啊，朋友那儿搞了几张大河之谷的票，下班我去接你跟安娜一起去啊。我不去了吧，你们去。你不是一直嚷嚷要看吗？我好不容易才要到的。那个，你跟安娜说一声，我就不给她打电话了。今天例会有两件事，都是关于小清新未来发展的。涛，我们杂志社要发展，您得先擦亮眼睛了。比如说，没有良心的人不能用，没有德性的人也不能用，这种人写的东西更不能用。要不然咱们杂志社岂不是成了没有德性的杂志社了？罗安娜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您心里还不明白吗？你有什么事儿，会后再说吧。莫总，连载小说对你说永别一路畅销，这多少也有我的功劳吧？要不是我交了一个背信弃义、两面三刀的朋友，销量能这么好吗？格雅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罗安娜，莫总您别急，我再给您一个建议，换个写手吧。这个作者水平真不怎么样，全篇胡编乱造、撒狗血，一看就是内心阴暗、没有被人爱过的失败者。罗安娜，你太过分了。散会。